习惯是怎么按法？三，阿是当，你是路，我当吗？嗯，当我是个姐姐卡的呀。你姐姐啊？啊，姐姐，我人姐姐，你塞姐姐包，有啦，有嘛啦？嗯。移民澳洲以后，你就会发现朋友圈更少了，除了在网上聊天，基本上的社交非常有限。那非常有限的情况之下，当中你看到了很多家庭，有些家庭他可以去钓鱼，去户外活动，去爬山，或者是去外面吃饭。那有些家庭，他们会约几个人一起打麻将，但是这个家庭肥水不漏外人田，一个妈妈带着五个女儿，一个女儿大女儿负责交际对外还有采购，然后其他的二三四五这四个女儿就陪着妈妈一起打麻将。那打麻将这个输的人就是要付钱，可是赢的钱还不能拿走。好，如果你赢了，这个要把这个钱放在公积金里面，然后等到这个基金到了一定的数额，然后就去吃饭，就用这个公积金吃饭，而且还蛮经常吃的，啊，因为天天打，哦，所以就是换人，啊，但是基金不变，啊，这个家庭就是自己有一个自己的生活圈，因为不想到外面的话，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消遣。而且会训练脑力，不过有一点吵。那你们看到了这个桌子，这个麻将桌，这麻将桌都自己做的，哦，完全都是自己做的。而且做这个桌子的人还是博士啊，是博士。你们看到这个整个，好，整个这个过程就是先买了麻将，然后先用餐桌打，然后再来呢就是开始做这个桌子，然后桌子做好以后来做铺垫，然后再做那个铺垫的那个防滑盖，然后做排斥。那这个就是别出心裁了啊，别出心裁。那有很多家庭就是不喜欢去外面，所以就是在家里。然后这个林博士啊，这个他就是大女儿的老公，他发明了很多东西啊。
发明了很多东西，非常有趣的一个人。我现在啊，就让各位实际上去体会一下他们打麻将的情况啊，真是其乐融融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